小巴资讯新功能，掌握班次助出行。乘客可透过更新版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，查阅未来三班专线小巴的预计到站时间。第一阶段在2021年3月起覆盖共75条专线小巴路线，行走港岛、九龙及新界。余下路线的预计到站时间将分阶段发放，预期在2022年全面覆盖所有专线小巴路线。乘客只需3个步骤，即可查阅未来三班专线小巴的预计到站时间。第一步，在下方选择公共交通。第二步，选择全港路线及专线小巴，输入路线号码。第三步，选择站点以显示预计到站时间。另外，乘客亦可收藏常用的小巴站点。首先选择常用站点，然后选择添加至首页，更快捷查阅专线小巴预计到站时间。乘客透过更新功能，使计划行程更方便。立即下载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，体验全新功能。欢迎浏览运输署网页了解更多资讯。www.td.gov.hk